差的河南队呢是引进了多名后防线球员啊，力图呢是加强后防。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刘威吹响了上半场开始的哨音。各位球迷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二十轮河南在主场与山东泰山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由身穿白色球衣的山东泰山率先来开球。这场比赛呢，由董路何李鑫为您带来解说评述。又是两个人，纳萨里奥和王上源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呢，各开了一个角球，完成了一次助攻，左右脚都很出色。左脚开出，第一点，哦，漂亮啊！3分40秒，第一个进球出现了，漂亮。这脚功端的是大力神的客观的。这球怎么突然之间这泰山的禁区里边那么大的空档啊？是的，再来看一下客观麦达纳刘洋没有越位，没有越位啊！这所有人都看着刘洋，对，两个人的人墙，但是刘洋却看着球。是这个脚功端的太舒服了，他这么大的空间没有任何人，直接打直接点，我觉得可以。你看二点球抢下来，马科，哎呦来了，漂亮！哎呀，不行！哎呦喂！电光石火之间，麦达纳，再给他，这克莱桑啊，恨不得一个人把活都干。是啊，如果要真的有泽卡，而且左脚打。偏了一点点呀，他有的传球应该也还可以，位置还可以，有危险，有危险，左脚直接就打，那还是黄子长又跑前点去了，但落点有变化，麦德纳掉一个，球速太慢，这个球对王大雷构不成威胁。哎，赶紧出球。泰山啊，在泰山效力400多场。这球啊没有往回转，跟进打门，漂亮！哎呦，不错！对，这脚打得可以，球速够快。哎，反弹，打门！哎，这脚补射打偏了，这有点可惜啊，这可能还是就是下雨以后，对吧？意外球会多呀。克莱桑啊，这个是他拿球的最舒服的点，往里走。克莱桑上来的人很快，打门，哦，王公明又扑了一下，这叫射门非常突然，背身单打，麦德纳封堵，再传中，王公明拖出横梁。泰山队的反击机会，向前，连过两人，再向前，关门，关门。德尼奇还控球在禁区内，大门被王大雷扑出，角球机会，那比赛时间没有了，没了。时间到，主裁判刘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中超联赛第二十轮。河南队坐镇主场，以1-0战胜了山东泰山队。